基本款的阿里斯顿烤箱操作其实是最简单的，我们有模式，烘烤的模式，我们只要这样呢旋动就可以操作了。再来是它的定时，也就是说烤几分钟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利用旋钮然后就可以选择。再来这边是温度的选择，里面一样有烤盘，配备烤盘网架，但是因为这是基本款，所以我们并没有烘烤的旋转烤机棒。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虽然这一款是标准入门款的烤箱，它配备的吸油内壁，也就是主妇们在每次烘烤完以后，不用那么辛苦的擦左边、擦右边、擦下面，整台烤箱要做清洁。我们可以在使用几次以后，如果要清洁这台烤箱，我们只要把烤箱空烧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。所以说这是一本基本款的烤箱，但是它是有吸油内壁的特色。